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还是那个头顶一根毛、天生爱吐槽的傲娇主角娇妹。今天距离我们香蕉打卡100天的日子只剩下最后的2周，这段时间内杜海操不停地给自己做突击训练，磨练着自己。不过一成不变的训练也需要一些改变，所以今天杜海操就来到了澳门进行一次特别的打卡之旅，上火辣健身 APP 参加香蕉打卡训练，赢运动装备，更有机会探班海涛和娇妹。我现在在澳门，然后我在拍《风味江湖》的戏。杜海操这次来澳门可不是来放松的，是为了寻找一位男神，请教他如何保持身材的秘诀。他到底是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统筹的钱老师。要公司打算要告你哦。对，因为是这样的，那个本来我演的这个角色是饭团，对，然后那个是饭团，既然是饭团，为什么越来越瘦？现在变成面条，一直被那个钱老师变成面条。钱老师一直说我，你不能再瘦了，再瘦就要告我了。我们肯定已经那个律师的那个信已经做好了。行，快走，快走了，钱老师，行。接下来让大家看看我的轰哥，嘿嘿嘿嘿，哥哥，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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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啊啊！我是不是？我现在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将走遍大江南北，寻找奇特珍贵的食材，研究已失传的烹饪秘籍。峰哥是这样的，哎，这个我也用过，这个特别方便，因为它很宽啊，对，而且可以把我们拍得很帅。峰哥，你先说一下，我是不是这回看见我的时候，我变帅了一些？你变瘦了一些，是吧？对，是不是？是不是？一直都帅的。你知道钱，你知道钱老师看见我就说海涛，我要告你，因为我们这个角色叫饭团，你已经不能，你已经不能再瘦下去了。峰哥，我说没有，我吃了，其实我骗他，我还是在运动。公司打算要告你。然后峰哥今天，你怎么运动？我就是每天在健身房运动。哦，是吗？对，我是受不了健身房的。啊，你不在健身房？我扛不过5分钟的。那你是怎么保持好身材的？真要料我，你是男神呢。我保持是控制这个食量。食量啊，对啊，真的假的？我真的，我以为你是那种没有啊，那种练得特别猛的。没有，我顶多就是可能做一些俯卧撑啊什么，但是我真的基本上我很少。我最近可能就跟我老爸去散步啊，就是4到6公里这样。4到6公里、啊、要走的稍微快，那很远了，4到6公里，一个小时左右吧。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运动很重要嘛，吃其实我觉得当然运动是重要了，对，但我觉得吃也特别重要。是，我必须说一下，就是我在剧组几次就是最爽的时候，就是峰哥特别棒，峰哥的业余生活我没想到是做饭给大家吃。脆的皮，斜的一张，这是2份了。哦，嗯，啊，真棒，棒。其实我是很容易馋的一个人啊，所以呢，相对的不健康的，真的就。刻意不吃太多啊，吃的不健康，就比如说你吃的都零食，或者是你晚上10点半还在吃东西，不管你怎么练，还是会胖的，会胖的，对，会胖的，真的。我有一些减肥的餐单，我可以给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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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其实你关注这个风味的公众号也会看到。好，真的，真的好。大家一起跟我一起关注风味的公众号，然后我一会儿也把这个风味的公众号这个餐单给大家展示出来，对，好吧？
自己信心，你已经是型男，你是要练出八块腹肌吗？我想练出八块腹肌。你可以啊。哥啊，哎，峰哥你太棒了，峰哥，好，谢谢峰哥，谢谢，努力努力运动，努力努力。近距离看霆锋男神真的是太帅了，为人又这么的有亲和力，男人魅力简直无限大。而我们的杜开超也不仅仅这样就满足了，他现在已经去往健身房，听说这一次他找了一位欧巴来当自己的健身教练呢。呀！接下来我要去教我的网红兄弟热，因为他，我跟他是在一个剧组的，所以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运动起来。网红兄弟我来热，兄弟，网红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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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我今天就跟那个融合一起练，然后因为融合在看，哎，哦，马苏，哦，马苏，哎呦，厉害的，厉害，兄弟厉害，来吧，虐我吧 ，Come on。好，那融合我们第一个练什么？네어깨어깨운동이게어얼수있다바로얼수바로얼수있다마샹얼수가이것만해도운동량이되게다좋아져19 20
耶！辛苦辛苦辛苦兄弟。啊，他们跑运动。那上一个就是腹肌。Here we go, here we go。兄弟 ，come on。龙老师，兄弟，看望龙老师。이것도수번二十번二十次 OK 用这个哇诶啊二二嗯哦四五啊厉害厉害啊厉害兄弟做多少个，我就做多少个。PK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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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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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兄弟啊兄弟啊啊斯洛克我不我兄弟不兄弟啊不过本为消遣作乐，今日穿长袖居然对他呕出几十两血，可谓空前绝后，小弟佩服佩服。哇哇哇哇哇哇啊啊！行啊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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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谢谢兄弟，谢谢兄弟。融合可不可以给就是很多在减肥的姑娘们加个油？因为融合是男神。他的努力肯定特别有用，男神听懂了、哎、关键词他都听得懂哎。对，외모보다는건강이더중요하니까건강을지키면서자신감도생기는게진짜좋은것같아요그래서열심히운동하시면건강하고자신감도생길것같습니다因为融合觉得啦，就是女孩子啊，因就比起样貌那个健康比较重要，所以他觉得呢，就是不要节食太多、就是努力的练习、就是，努力的做运动，就是健康就可以了。对，健康就可以了，健康就会很美了。好，谢谢兄弟，谢谢兄弟，然后兄弟辛苦了。香蕉打卡，对。这次的澳门之行收获满满，希望杜海涛在接下来的日子能够奋力前行，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到了那个称体重的时间了，称体重。哇，今天我的这个腰带都，原来我用这个腰带是正常的，我是然后瘦了之后，我的这个腰带都没有办法保护我的腰了，我要买小一号的。这个是几个叉的 L？ 是叉叉 L。估计我下次买 S 的就行。86.1公斤，嗯，有进步哟。两周的时间，体重从87.2变成了86.1。腹肌从36.8到36.6，掉了0.2公斤，体脂掉了0.7公斤，体脂肪。掉了0.5%，有进步哟。好，不错，加油！一百天马上就要结束了，一起加油吧。